声。我看不到，动物园的小猫熊。它怎么才一只？这不是六只吗？那这是谁家的树枝？那只是谁？你看得出来啊？没有，刚才那边不是还有？你看到吗？好棒！好，就那个，那个大概六岁了，这个，这两只。哦，好可爱哦！再过什么拍？哦，好可爱哦！哇，太丑了！对啊，啊，它朝后面了。你说它颜色比较深哎，每次来都是这只。它朝后面那个。所以其他只没看过。这个长方形的。对啊，后面的再过来。长方形白色的那个吗？我有长方形白色的。那个。啊，对对对，从那后面那个，你看刚才那个这个，我们爱的那个猫，它过去了，它过去了，嗯，好可爱，啊，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啊，在上面。哦，我已经来过好多次了，但是我每次来都只有看到这只，真的太可爱了。所以他说这里说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所以说我八只是没看到。哎，不见了。哦，在这里。好可爱哦，超可爱的。小心啊！几乎只有在这个展场看到，其他都没有。男子俱乐部那边没看到，还有怪手那边也没看到。好了，就记录到这里，好，拜拜。